叔叔，妈妈怕烟味。作为家里的男人，我们得好好保护它。所以我们选了方太智能油烟机，蝶翼环吸，四面八方不跑烟，保护它的美丽和健康。 Fortel 方太。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12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加拿大国际电视台 CCCTV 国语晚间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加拿大国内消息。联邦纪检委员 Mary Dawson 今天宣布，将会对特鲁多总理是否因为参与联邦自由党捐款晚宴而违反了利益冲突法案进行非正式询问。特鲁多本人今天作出澄清。Our commitment is to show the highest level of ethical standards, and that's exactly what we're doing. 这次联邦纪检委调查的重点是两场由总理特鲁多出席的联邦自由党政治捐款晚宴。第一场是今年五月在温哥华华裔富商潘妙菲家中，而最近的一次是11月在多伦多华裔商人班森王家中。出席晚宴的入场费用均为每人1500元。两场政治现金晚宴出席者均为华裔投资人，其中包括有求于自由党政府的银行保险大亨钱生林。在晚宴之后不久，联邦政府批准了新的华资银行 Wells One 第一财富银行，钱生林便是该银行的最大股东。而前面提到的温哥华房地产商人潘妙菲希望可以借机进入加拿大老年公寓房地产开发市场，而刚好联邦政府正在考虑由中国安邦集团关于买断 BC 省最大的连锁老年公寓的10亿元竞标。此外，多伦多华裔商人 Thomas 刘也出席了11月份的政治捐款晚宴，他以向中国出口加拿大芥花油为生。他的生意本该因为中国限制加拿大芥花油进口而受到负面影响，而在特鲁多今年的中国之行之后，中国政府取消了对于加拿大芥花油的进口禁令。在利益冲突法案 Conflict of Interest 第七部分提及，任何公职人员以及机构都不得以权谋私，给特定的机构或者个人行方便。第16部分又提及，任何公职人员以及机构均不得向任何个人或机构谋求资金，从而让后者换取利益。